离不是问题，只要心懂，网络不怕虚拟，只要真诚。有些人离开了，心却还在；有些人转身了，情却不改。侃侃而谈，从不觉厌倦；默然相伴，也是一种温暖。走出的是一个身影，走不出的是一份感情，放下的是一个人名，放不下的是一个曾经。有多少爱来不及表白，又消失在人海？有多少情不能够期待，悄悄埋藏在心海？人生不可能重来，感情经不起徘徊。可以分享喜悦，也可分担痛苦；可以尽情倾诉，也可细细聆听。贴心贴肺是心的相通，知冷知热是情的交融。一生最幸福的事，就是有人陪，有人懂。一个人最大的幸福，是有人在乎；一个人最大的感动，是有人包容；一个人最大的满足，是有人守候；一个人最大的奢求，是有人懂得；一个人最大的快乐，是有人问候。缘分有聚散，有人能随行，就是一种温暖；人心有冷暖，有人能懂得，就是一种幸福。心若在，就让爱在；时光在，就让感情在。不分开的才是真爱。世界上最令人感动的事，就是有人为你做了很多，却没有任何要求。那种爱不见不休，是心甘情愿的付出；那种情不离不弃，是无怨无悔的守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